原来深情真的可以演出来。刚刚在洗手间，你看到我，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你这么纠结这个问题，你不问我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不要，不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。我是过来人，你懂吗？试一下。你这个眼神。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第一次。好浪漫。亲我一下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啊！吃吃吃吃吃，辛苦了，赶紧鼓励我。七点以后我就在家，你在家等我，在家等你。好呀。以后就换我明着你呗。